Hello，各位，下午平安吉祥，我是阿汤哥，汤中文老师。好，又到我们的风水 live show 的时间喽。好，今天呢，我来到这个地方呢，算是整个大台北地区新北市呢，算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带哦，就是我们的新店这个地区。好，现在的网络可以吗？好像看起来有点模糊哦。好，大家可以吗？大家有听到声音吗？好，因为我是用委托人家的这个 WiFi 哦，所以我也不晓得说这一个讯号的状态呢，到底是不是好的。好，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有可能讯号呢有一点微弱。好，那我们今天呢来帮委托人呢来做一个记录之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呢借由这个直播呢来学习一下风水哦。那我们这个委托人呢非常可爱哦，他是我们的非常非常忠实的风水 Live Show 的一个观众、粉丝朋友，然后呢，他说呢，他在睡觉之前呢，也在看直播，然后有时候呢，还在看重播，煮饭的时候呢，也要看直播，好不好？她老公都说你发疯了吗？哦，很可爱哦。好啦，我觉得呢，其实，他确实呢，在看了风水 live show 这当中呢，他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风水点，然后呢，他也真的就是有抓到很多的风水上的一个精髓跟重点哦。好，大家看这个，你们的镜头是清楚的吗？还是画面是模糊的？因为我看我的这个，好像 iPad 呢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模糊哈。那我不晓得说你们这边的状态是怎么样。好，那如果说呢声音然后画面呢都清楚的话，那就我们就开始呢，好，渐渐的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好吗？好，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大家可能在准备要把工作呢做个结束，然后要下班的时间，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呢，好，可能还在休息哈，因为每个人作息不同哦。像我今天中午去的那个委托人家呢，他的先生是上晚班的哈，然后可能8点，待会8点要上班了。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作息呢，真的是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的生活，当然有所不同。好，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尽量哈，就是早睡早起，好，是最好的，好吗？好，大家可以边听边分享。好，今天画面声音都清楚哈，好，OK。有人说破裤很好看哦，是，大家一直放错重点哈。好，我今天来到这个委托人家呢，其实他很特别哦，他其实这个房子呢，在新店这个地区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市中心，然后也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早期呢就盖起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透天厝、透天宅。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只有看我们委托人呢所住的这一个楼层哦，那其他楼层呢我们就没有看哦。因为以前呢会盖到这么大的透天的房子呢，其实以台湾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呢，其实大多数都是一个大家庭。哦，可能以前的大家庭呢，都有十几二十个人住在这个家庭，所以他们家呢就变得很大。那现在呢，其实当可能兄弟啊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呢，那有一些的家人就可能会往外发展，好，等等的，所以大家庭呢可能就慢慢缩减。然后刚好呢，他这个区块呢都是他们家族好所去就是盖的，然后也大家都大部分的人还是有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虽然是透天厝对不对？但是呢，它分层了，哦，等于说一楼可能是给谁哦，看是哪一个兄弟，二楼是谁，然后三楼是谁，四楼是谁这样子。好，但是呢，这就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其实一般来讲透天的房子呢，照理说它的门牌只有一个门牌，对不对？可是呢，你里面的格局呢，把它弄得呢很像公寓或大楼，好，这样每一层每一层分开。可是呢，你只有一个门牌，你的进出大门也只有一个，好，等于说你每一层呢，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门牌跟独立的大门。那像这样的房型呢，我们应该是要用透天厝的风水去看呢，还是要用每一层独立去看？好，其实这个看法呢，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用透天厝的风水去看，然后每一层呢，好，就是当然每个空间格局跟你这个家庭生活在这边还是息息相关，只是呢，你就没有办法用一般的所谓的那个公寓或者是大楼的看法来去看这个房子。
因为呢，格局本身不是这么的分明。哦，那透天厝呢，一人一层的话呢，它就会形成，就是说我们在规划这个风水当中呢，就会有一些很大的状况，就是格局啊容易不分明。那格局不分明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运势上的影响。哦，例如说，它每一层楼当中呢，都会有一个炉灶，好，跟厨房。好，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它厨房的位置好不好？我现在站的是客厅的位置，但是呢，我们渐渐移到厨房的位置去看。但是我不知道今天的收讯好不好，因为我的画面呢都一直是很糊的。好，来，应该还好啦，因为可能我的 iPad 关系。手机画面看起来是还 OK 的，好，因为有时候呢，如果收讯不好呢，也会影响这个直播的播送的一个过程。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站在厨房的空间。那你看到、哦、我们刚经过厨房的时候，会经过一个楼梯。好，你们看这楼梯，好，一般透天厝呢有这个楼梯啊，都还蛮正常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它每一层楼梯呢，像已经例如说什么大伯、二伯，还是哪一个？哦，兄弟呢，基本上就是一人一层。那一人一层的时候呢，在透天厝当中，它呢每一层楼呢都隔了专属自己用的厨房，那就变成说，哎，一样都是一个透天厝，照理说它是同一个风水，阳宅风水，可是却有那么多炉灶，这样好吗？答案是不理想的。不好的，哦，为什么？因为代表就是说呢，如果你是透天厝的格局，可是你每一层都有炉灶的话，表面上是各自分家、各自独立，但实质上呢，住在这里面的人呢，特别容易有火气、口舌、争吵不休，家里呢比较会有一些意见不合这样的状况会比较多一点。哦，那有一些呢，可能重则是为了钱吵架。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轻则就是意见不同哦，在那边争吵不停。那当然就看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家庭当中，他所遇到的烦恼跟障碍是没有一个，就是每一个人因人而异啦哈。所以只能说，如果你家里呢有像是透天厝，但是呢你每一层都有各自的厨房的话呢，这样坦白说比较不理想。那如果你的炉灶刚好又压到所谓的桃花位的话，那这个房呢？可能就是桃花会很多，好，例如说有一些容易有第二房啊、第三房啊，哦，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呢，这个房子呢一进来之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格局呢完全就是女人要当家。好，为什么？因为呢，她一进来这个楼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诶，我上来之后，我就直接呢先看到的。映入眼帘的就是我身后这个地方是餐厅的格局，然后呢，再来就是厨房的空间。那我一进来呢，就看到厨房的空间呢，那会形成什么？就是女人呢，通常会比较劳碌、比较辛苦，甚至呢要去撑起家里家中的大小事情。好，所以呢，女性朋友在这边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讯号会不会是有点不好？啊？网络很顺遂，画我的吗？你的 iPad 可是我这个是 WiFi，对啊，我们都是接 WiFi。你的手机好拨出去，OK，好，因为有人说画面糊糊的，好，那有些说清楚啊。看清楚，好，那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讲哦。啊，看到是什么就是缘分哦，好吗？好，那这没有办法，然后因为网络的东西我没办法掌控，因为用我的网络的 4G 去播的话呢，就会更没有讯号。好，原本我今天没有开直播的，但是我昨天有承诺大家，所以今天还是要得开。好来，今天呢，好，这个厨房呢就是会比较先遇到，然后呢这里呢哦餐厅，然后这边厨房，然后。有照包册，那我们的委托人呢，看了我们的风水 Life Show 之后呢，他知道有照包册的问题，所以呢，他在厕所呢也挂了一个门帘，然后他又问我说：“老师，那我的马桶是不是朝屋前哦？马桶是烦恼多，确实呢，他的马桶呢是有一点点朝屋前的。好，那这朝屋前的话呢，就是在马桶的水箱上面呢，可以种一个土种的黄金葛来去化解。然后呢，这个炉灶呢，照包册呢。”哦，就是它也有上面放了麒麟，也有放了五色豆，哦，还有放了葫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补强，哦，其实也算是蛮用心的哈，也蛮用心的。好，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最主要是
我们常讲说窗为眼嘛，哦，这个看出去呢，刚好就有很多的那个外煞呢，及它的窗户，所以呢，就是我们委托人眼，好，因为是我们的忠实的观众，所以他对于这种化煞的部分呢，都还算是蛮用心的，只能说呢，他真的很认真的抓到所有风水该要去避免的精髓。但是呢，因为哈，他们家有时候是虽然外面的问题也有，里面的格局他反而是没办法掌握的。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格局呢，就是也是家族有共识，或者说是才能把这个格局用装潢的方式去改变，否则很难改变，好不好？所以我们他摆的这些开运物呢，就是一个加分跟补强。然后他很可爱哦，他说：“老师，我看你的直播哦，你说那个煮菜的那个锅子啊，哈，不可以放在阳台那边、冲那边，因为呢，这样就会有那个掉电啊，哈，会掉电啊。”对，他真的有听话，他把他的那个锅铲呢，好，很好，很好，好，有做就 OK， 好不好？但是呢，最主要是说我有建议他，就是因为这个格局你很难改，如果可以改的话呢，我的建议是。好，如果可以改格局的话，他这边是不是照包厕？那如果可以改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厕所的门封起来，然后呢，厕所可以改往那个地方进去。因为他照包厕，所以我建议他可以把这个厕所门封起来。如果要改格局的话，封起来，这边封起来，厕所门呢改开那边，从那里进去。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化解这个照包厕的问题。那短期呢没办法改，只能修正的话，就把这个呢门帘盖起来就 OK 了。然后他开门呢，进来之后呢，直接见冰箱，代表财库外露。好，其实呢，他因为动线的关系啊，照理说他的冰箱呢，其实也是可以换别的位置。但是如果说他厕所门要改的话呢，就是他厕所门一定要用一个隐藏门，否则呢，他冰箱如果改去那边的话，为了要避免进来见冰箱，那就改到那边的话，那边有个冰箱嘛，两个冰箱，所以呢，怕就是那个厕所门冲到冰箱，所以呢，要做隐藏门，这样了解吗？如果改了这个厕所的方向的话，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做个隐藏门来化解。好，那此外呢，我们这样边走哈，边走到他的客厅的位置。好，他客厅的位置呢，其实你看这里有个这个背着钱的，小心这个背个钱的那个哦布袋和尚。那照理说呢，这个是不能移的，对。好，照理说这个哈，应该是要朝屋内摆了哈，就是他头要斜斜的，朝一点屋内，把这个钱呢背进去他们家，因为他这个楼梯嘛，他这样背了钱，哦，下楼梯出去了，好吗？哦，但这个可能有点重，哦，因为他的先生呢很喜欢收藏这个奇山异石还有古董，好，帮他移一下，好，这样子 ，OK， 好，这样子呢，好，方向呢稍微移进来一点。好，然后这个这样 ，OK， 好，很好，这样的话有没有等于说弥勒佛呢是往屋里面呢哦把钱呢纳进去，哦，感觉也是挺开心的，哦，笑着笑呵呵有没有把钱呢带进来？好，然后呢这里呢，哦，其实呢格局上来讲的话，就是呢经过他的客厅。他的客厅呢，就是等于是在这个房子，因为他们房子是长形的房子嘛，所以他们客厅在中间。那客厅在中间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问题，就是采光的问题。所以他的客厅呢，也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暗堂煞。那他们这个透天的房子呢，以楼下大门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坐东北朝西南的格局。所以刚刚他问我说：“老师，我的厨房没有门呢，哪来的男主人啊？或者说会不会不利男生的运势？”那他有想要把那个厨房呢，例如说做一个门，但是呢，我是建议他说，如果你厨房做了一个门之后，那你呢就很容易呢让那个地方阳光呢，哦，因为他是坐东北朝西南嘛，所以阳光刚好从厨房厕所那个方向进来。那如果他把那边盖起来的话呢，那他的餐厅啊、楼梯啊、客厅啊就会更加的没有采光。所以我是建议他说呢，那你的那个厨房呢，你顶多放帘子，那建议在那个墙上呢多挂一个哦十相自在或向日葵。那十相自在是最好的哦，因为十相自在呢是化解地水火风的不合，哦，那可以把这个家里的一些阴气或者说阳光照不足够的地方呢，再把它导进来，
纳进来的象征。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呢客厅的位置呢，你会发现说他们家呢很喜欢收藏一些木雕啊、古董啊等等的哈、哦。有时候呢家里很多的男生啊、哦、爸爸呢都很喜欢。好、哦，那喜欢的话呢，很多时候完美主义者、就是。好，为什么会有两个钟呢？因为他们是很爱收藏。好、哦，然后委托人呢，哈、哦、也很爱收藏这个。那个茶壶有没有？听说现在都买不到了哈，但我是不太懂这个茶壶这个艺品。好、哦，那我知道有些人会养壶啦哈，但是没关系，爱收藏就是很好，很花钱。哦，那一般如果说家里有摆茶壶的话呢，其实在风水上的摆件呢有此一说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说你家里有摆茶壶呢，这个茶壶的那个头啊。那个倒茶的这个嘴巴呢，要把这个壶呢，哦，从你的屋内，就是说楼梯上来，假设这层是他们的，那应该是把那个壶呢倒向家里面，代表了纳福纳壶进来的意思。所以呢，那个他是摆错方向了哈、哦，但是应该他这样摆呢是为了顺手，哦，例如说可能他有些人右撇子嘛，他可能觉得这样拿比较顺手，对不对？就是耳朵这样子提哈、哦，比较顺手。但基本上，如果说以风水角度，是那个壶的壶口呢，应该要朝向里面，代表福呢进家里。好、哦，这是一个摆设的方面的一个小技巧。好、哦，大家也可以来参考看看。好、哦，因为有些人他收藏的时候，哦，他可能这个真的收藏很多，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做一个改变哈、哦，然后增加一些运气。然后呢，如果以他们这个客厅来看的话呢，进门的哈、哦、斜对角这个地方是明财位，好，他的明财位呢，好、哦、放了一个钟，然后呢也放了这个反正就是古董，好不好？什么有什么应该是古代的一些侍女的这个叫做陶瓷瓷器，好、哦，还有那个宫廷的这些就是女生的。好，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摆放了很多啦齁，但财位呢就是要干净要明亮，但摆放了这些玩偶呢，其实对他的招财呢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原则上我当然建议他把它取走。那时钟在那边当然可以齁，但他这个钟好像没有上链条，所以呢已经目前是停的状态，好不好？足足跟现在呢差了快一个半小时。好，但是呢因为不是别人的钟，我们不能帮他乱动，好不好？好，有时候呢买这种钟呢它就是一个乐趣、哦、有些人会帮他上发条啊，上链条，感觉呢蛮开心的。那钟呢放财位是可以的。那一般呢放这种时钟的、哦、很多人禁忌就是说，我们一般打开大门，你不要放在门口的位置，最怕什么？开门见钟、哦、就有一个说法就是送钟、哦、会觉得比较不那么吉祥。那如果说摆到家中的财位呢，是可以增加这个财气的。那很多人问我说，老师，那钟可以放到西方吗？哦，其实基本上是也有人会有禁忌啊，他觉得西方就是送钟嘛、哦、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这样说啦、哦、但是其实我觉得观念应该要修正哦，就是说如果你的财位刚好在西方可以放吗？可以，因为财位就是要让它动。那原则上来讲的话，这个钟放到他们家的明财位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呢因为2020年、哦、这个位置刚好是南方的位置，南方呢如果摆一个比较会动的东西的话，就比较容易呢催旺这个凶煞之气、哦、比较容易有健康啊、生病啊、是非啊、口舌这样的问题，要特别的留意哦，好吗？好，厨房没有门是租房屋的有没有关系、哦、基本上不管是租或买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厨房没有门的话，我们就挂个门帘、哦、来去做一个改善。收藏水晶好吗？可以、哦、但是不要收藏的太 over 啦、哦、如果你真的喜欢收藏，假设你空间许可的话，我会建议呢有一个房间、哦、独立的房间去放这些收纳品。你看哦，像我们这个客厅啊，我们的委托人在看茶壶也收很多，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普洱茶呢、哦、也不是只有这些而已、哦、它还有另外一个房子呢里面都是收普洱茶，所以家里面呢你看所见之处呢又有佛像、哦、这是达摩、哦、然后又有这个猪贝壳、哦、然后日海螺吧、哦、然后这个南瓜、哦、有的没的很多啊，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形容。然后还有两个怀旧的时钟，好不好？那有一个会走，有一个不知道
是不是还有用处？好，所以这是百害多了哈。好，我觉得呢，应该说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说，如果家里呢，哈，一个空间呢，尽可能不要摆放太多会动的时钟。为什么呢？因为会让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就是会比较容易躁，心浮气躁，然后也比较容易会有口舌的状况。好，因为动的能量太多了，好，这样其实这样就不是那么理想。那变成说，有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啊，往外跑啊，或什么的哦，好像自然呢要在这个家庭要完全凝聚在一起呢，就会比较难一点点。好，那我相信其实每个社会每个家庭呢都有这种现象啊，例如说小孩长大了要出去工作，或是先生长期在外地工作的也会有，或是女儿早就嫁出去了，哈，诸如此类的，那这种状况呢就会比较层出不穷。所以呢，如果说你的家里呢摆放很多钟，就真的不是那么理想。有人说应该想把家当都摆出来哦，他们家当应该不止这些吧？冰山一角好吗？冰山一角哈。所以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说，就是说但有一些人他的经济能力状况还不错的时候。有时候他都会喜欢买一些艺品啊，等等的，等等的。像我自己呢，也很喜欢买一些家饰品跟艺品。可是呢，我就会去衡量说，如果我买了，我到底要摆哪边？哦，我觉得不是不能买，而是说，如果你有个很适合它的位置摆上去，那不仅可以让你的居家的这种氛围啊，视觉效果呢，产生一个加分跟美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收藏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建议你真的找一个单纯属于它的空间，让它去收藏，这样当然会比较理想嘛。否则呢，你这样子，虽然是收藏了，可是这边东一块西一块的，那说真的，这个房子呢看起来就会很乱，哦，很乱。好，那客厅呢，明财位讲完之后呢，它也很可爱哈，哦。它除了五色都有做之外呢，它也做一个这个哦财进，有没有？日日有见财的财进。好，我们来检查一下哦，它放的道理对不对？哎呦，很正确啊哈，果然呢哈，听我的直播哈，睡觉前也听，煮饭也听哈，工作也听，很好，好，谢谢你们哈，感恩你们哈，有做有差，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看直播呢，就是要看出大家有没有很细节的去认真的听老师去讲解。哦，当你听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对的，哦，很好，大家很棒。好，你看这边有个茶壶，哦，这茶壶很可爱呢。这个是莲花，然后上面有一只青蛙，哎，哦，这哎，很漂亮哎，哦，这个我觉得蛮，这个就很有艺术感哈，哦，很好很好，我们来大家欣赏一下。那这个又是什么？那个是苦瓜吗？瓜藤绵延的意思，哈，哦，瓜藤绵延，好，瓜蝶，诶，瓜蝶绵延还是什么？突然忘记了，看了他就脑筋突然打结，这样子哦，好，很好，很好。蝴蝶门就是挂门帘哈，哦，有人说像储物间哈，哦，我也这么觉得，好不好？客厅呢就是要让它亮，那因为呢，我们的委托人知道说，它这个客厅是没有采光的，形成一个所谓的暗堂煞。暗堂煞呢，就代表说家里的女生会比较要劳碌一点，那男生的话呢，有时候就是最怕什么？要么就要工作很稳定，像如果是军工教职人员还好，那最怕什么？最怕就是男生容易安逸啊，好，例如说家里的后代子孙啊等等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尤其男生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呢，哈，就是他们的走廊，那这是委托人的房间，我们来偷偷看一下啊，但是不要照他们的照片，他有个点很可爱哈，就是他知道这个是截角门，哦，截角门，所以你看他有贴硬币，他做得很好诶。好，我只能说呢，真的有时候看直播呢，看得很有精髓所在之处呢，我个人是都还蛮佩服的。好，然后呢，它呢会造成这个女生呢开销很大哈，哦，就是你看呢，一打开呢，不要看，一打开呢冲到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呢是她的梳妆台，一打开呢就冲到她的梳妆台，哦，就代表说女人的财库呢容易不保，哦，开销比较大一点点。好，至于花什么钱呢，我就不便在这边说明了，好不好？反正呢，就是他为了家人，哦，就是做了很多他自己为家人的付出。好，听了我很感动，因为我们今天委托人呢，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当中，她是一个很典型的媳妇，然后也做得很棒，然后也
真的为这个家庭很尽己所能的去付出，然后我觉得也在他身上呢看到很多的正面能量，也没有抱怨。然后毕竟一个大家庭呢，要撑起这个家庭其实也不容易的。哦，所以我也真的是在献给一个伟大的传统的女性朋友们。好，只能跟你们说辛苦了，好不好？好，辛苦了。好，然后这个呢是他儿子的房间，那儿子的房间呢就很特别喽，多特别呢？好，他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房间，里面做个和室。好，其实这样格局都不对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和室真的是多做了，因为这就有一个房间门了，然后呢里面又有一个和室，代表呢很容易闭门造车，然后呢也比较容易呢。思绪混乱，或者说找不到方向，然后也容易不容易遇到贵人哈，还有口舌是非的问题。那这样的房间呢，会形成房中房吗？会，它就是房中房。这个门打开，这里一个房，这里又一个房。还好他还没有结婚，好不好？哦，就是结了婚之后呢，就容易比较会有一些桃花的问题哈，桃花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反正现在就是。暂时哈，如果要改格局的话，就是把这个和室拆掉，好，不要这个门了，或是短期内呢，就是把这个门片拆掉，直接保留这个房间就好了。因为这边又多一个门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房中房，好，房中房。好，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外面呢，哈，可能会有一些外煞的问题哦。好，委托人很棒，对不对？对呀，我也觉得很棒。有人说这么多收藏，委托人应该很怕，害怕大扫除哦。委托人根本没有在想大扫除这件事情啊，东西已经这么多了，我想应该已经，哀莫大于心死，应该不想动了吧哈。好来，这外面呢有一个我觉得哈，这 combo 非常可怕的哈，就是一个超级大壁刀，超近的，好不好？如果你的壁刀很远了，你还在恐惧的话，那看到这个你是不是更恐惧？好不好？好，多大呢？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壁刀超大了，离很近吧，超近，好不好？这个壁刀呢，离他家真的是无敌无敌的近，而且这个尖角呢，就直接射到这个房子。所以呢，如果这边当房间给他儿子住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呢，怕有一些意外血光的问题，还有呢，官非口舌哈，比较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如果说本来就有这样的状况的人住在这个房间，可能会更有状况。好，那状况可能会就是尽可能不要多了，好不好？要注意。那这个的话就放一个山海阵对出去就可以哈，或者是放一些九宫八卦镜啊等等的，好，可以帮忙一下。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房子的财位呢，好，是从西方这里进来，然后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很大的刀，好，那我建议他把它拿去楼上的仓库放，不要放到这个地方。然后这里有个聚宝盆。哦，它这个聚宝盆呢，其实存的还蛮多钱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其实聚宝盆呢，里面就要放钱，放钱很多呢，哈，不错不错。好，小编呢，哈，不太想让大家看他的钱了，哈，所以呢，马上就移开了，有看到吗？哦，好，所以呢，哈，聚宝盆呢里面放的钱也算是挺多的。然后呢，我建议他呢，就是说他客厅有一个山水画哦，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呢是财位嘛。那这里呢，房间放山水画没有用，就是要从这边走到这样带进来，接外面的财气进来。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房子呢，钱财的运气呢也还蛮不错的，好不好？所以应该是说我们今天比较没有办法帮委托人呢做一个很全方位的全部改善跟布局，但是呢至少呢我们可以把一些重点摆放的重点呢给大家看。那今天呢就是要给大家看，就是说透天厝的格局，但是每一个兄弟分家一人一层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布局？哈，如果是你的透天厝的格局，然后兄弟要一人住一层的话，你要记得，你的厨房永远只能只有一个，不要每一层都一个。好，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容易因为纷争啊、口舌啊，甚至严重一点，为了钱啊，然后反目啊，是烂桃花分家的问题。就是会比较多，要去处理，好不好？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格局的话呢，真的还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因为呢，今天风水六秀比较，
快一点点好吗？那晚上呢，好，再来跟大家开直播，因为今天待会要赶快先离开这个地方了哈。为什么会塞车？好不好？老师很怕塞车哈，所以呢，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风水 Live 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